无视太极拳三十七式。这趟无视太极拳三十七式是王培生老师遵循传统的无视八十三式老套路，结合自己的体用实践改编成的。改编后的拳路既保留了传统的精华，又体现了王老师的体用心得。在长期教学实践中证明，这趟拳可以满足教学和体用锻炼的要求。以下请王培生老师演练此拳。现在是无视太极拳三十七式太极起势的动作，这动作是四动。下面动作是揽雀尾，八个动作，这八个动作是泰拳的基本八法：捧、挤、捋、按、踩、裂、肘、靠，全在里面，包含在内。这就是抱膝星、打挤，这是右掌回捋，这个就是踩进；右掌前捧，这就是裂进。转身有肘，有靠，这是按进。下面是搂膝要步，搂膝就是左手由右肩到左胯为搂膝，进左步推右掌为要步。这个动作一共是六个，这右掌下按，这要求是迈步如猫行，脚踏如薄冰，虚实好分清。是左掌前按，左掌下按，这时候就注意后脚向前进，这个动作像小猫那种动作，迈步如猫行，落地时要脚踏如薄冰。下面是手挥琵琶，这是象形动作，两掌挥动，这第四动并上步以后，左掌掌心朝天，这个动作完成是象形动作，好像弹琵琶的样子。下面是野马分鬃，这是手脚比作马的长鬃，以躯干部分为马的头，这是以腰转动带动四肢，是象形动作。下面是玉女穿梭，这玉女穿梭动作一共是二十个动作，打四个斜角，叫左掌斜捧、左掌反踩，下面是右掌前按，这要注意神意气劲，就是眼神和意念不能并在一起，就是转身、开步、斜捧。神和意聚在一起，气上浮，眼神所看的手指意不在眼神所看的手指位置上，
现在眼神看着左手时，意念要在右手。下面又加一个分钟。这四梭是打四个斜角，第一梭与第三梭相同，第二梭与第四梭相同，动作相同，姿势相反。这先要体现出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这叫外三合与内三合，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所谓六合八法都表现在玉女穿梭之内。下边是肘底堪锤，肘底锤是在泰拳中五锤之一，这叫右肘上提。下面是金鸡独立，这也是平衡动作，这个动作是两掌滚转，右掌上捧，独立动作。这第三动又是两掌滚转，第四动左掌上捧，下面是倒拧喉，这叫掖掌，这是往后退步和搂膝腰部动作相反。这个姿势要注意，就是右手和右耳相贴，腰子自转，这个动作做好呢，对肾脏有帮助，还有时候治肾炎。这是十个动作。这是退右步推右掌，退身退步动作，先落脚尖，下面是斜飞式，左掌斜捧，这是左手和右手动作要相称，再和下部动作脚与手叫上下相随。下面是提手上势，四个动作。这右掌上捧，左掌打脊，右掌并勾，右勾变掌。下面是跛豪两翅，这是锻炼两眼的视线，这个叫做单展，两手起来，这些叫双亮，两肘下沉，手心朝后使，现在体重要在左腿，左手一实发热啊，右手一虚冒凉风。下面是海底针，四个动作，右掌前二，右掌前伸四，右掌下指，手脚收回动作要同时。下面叫扇通背，两掌分开像扇符。下面是左右分脚，这十二个动作也叫高探马，
这是两个姿势组成，左高探马，右分脚，右高探马，左分脚。这两手交叉动作和两背高举动作，这就叫气功里面熊精鸟身。这刚才这脚叫做赤脚，这叫探马。两手交叉，注意左手背对正右颧骨，右手背对正左颧骨，两背高举时口水的精液升满，现在咽下去，这是分脚。下面是转身蹬脚，转身蹬脚，意念在掌根，下面是进步栽锤，进步就是搂膝要步，动作是相同。下面栽锤就是握拳，比如拿出树枝儿，往左脚尖前下栽下去，等于掷树一样，这叫进步栽锤，是五锤之一。下面是翻身撇身锤，开步沉者眼神平视前方，这是两肩要松，两肋要空。下面是二起脚，这是一种按腿，下面动作和以前面动作高探马翻脚动作都相同。下面起右腿踢起，这叫左腿是按腿，这右腿发出，这叫二起脚。下面是打虎式，呸一声，就呸闪之意，撤左步，以脚尖着地，收足跟，开足跟，伏虎式，又是呸闪。眼神顺前眼所朝的方向看。下面是二起脚，双峰贯耳，呸一声踢脚，沉肘提膝，发腿，右掌根吃力，回身蹬脚，左脚和右脚蹬的是一个点，扑面掌，右掌前按与左脚往后蹬要同时，右掌下压，左掌前按，转身蹬脚，也叫十字腿，就是左掌摆动和右脚的摆动交叉成十字，现在产生搂膝指当锤，指当锤就是左脚上去以后右掌往后摆，摆完了右手要握拳，食指眼睛要注视左手食指，右拳找左脚，右肘找左膝，右肩找左胯。下面是正单边翻拳上步，落步变掌，右掌后捧，右掌前按。下面是变勾开步，第六动左掌平捋，下面是云手，这云手眼睛看上手，意念要在下面的手，下面的手是摸右膝摸左膝摸左肘，掌身根部，蹲身开步，左手摸左膝右膝摸右肘，一共是六个动作。这下面是第五动，掌身根部
蹲身开步是变勾。第六动左掌平捋，下面是下势，是引手势，走弧形，右掌前旁，两掌回捋，这走一弧形，要做出空胸紧背，右肩找左胯，眼神平视，如鹰吐兔，空中盘旋，上步齐心，退步跨虎，两动，眼神所看的位置要从右手心所朝的方向看，松肩坠肘收脚，回身扑面掌，左掌前二，下面是转脚摆莲，也叫双摆莲，抽身掌手，转身放铡刀，下面右脚抬起，左手顺着右大腿右脚摆动，下面是弯弓射虎，这是象形动作，皮向右前方灌击，就是沿者，下面是蟹步搬篮锤，蟹步就是退步，往前伸手为搬，是错锤，第二动是错掌撤右步，下面是拦，左手画弧，右手撤拳立掌，第四动右拳前击，这叫搬篮锤，是五锤之一，下面是如风四臂，一共是两动，下面是抱虎归山，十字手收势，六个动作，回身，这打的是抱劲，右掌上捧，带上左脚，两掌向上伸展，现在要松脚底下，松脚腕，松膝松胯，松肩坠肘，合掌当胸，两肘平分，使手心找肩颈，两手中指相接，下面是太极收势，也叫合太极，这个姿势要注意，两手食指对正鼻尖，松脚腕，松膝松胯，身立直，眼神平视，松肩坠肘，两手自然落下，静一静，呼吸三口气以后，两手心贴近大腿两侧，下面收腹松胯提膝。